啊，尤美啊，什么事儿？报告牛总，口水威来了，他说找您有急事儿。口水威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不是找我借钱啊，就是他请我吃饭，然后让我买单。哎，尤美啊，老规矩啊，2分钟之后你就进来，说开会的时间到了，明白了吗？Yes, sir. 啊，好了，让他进来吧。老哥，你好，口水威。啊，坐坐坐坐坐，哎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嘘，我不光进礼物啊，让我怎么猜呢？这让我怎么猜啊？哇，你咁嘅表情啊，你唔讲俾我听，你谂住呢条友仔咧，一系咧就俾我问我嚟借钱啦，一系咧揾我埋单啦，系咪先啊？这你怎么知道的？喂，你咪咁谂我啊，牛哥，啊啊！我系咪咁嘅人啊？你误会了，是吧？你是什么人呢？是吧？你是大款呢，你能找我借钱吗？是不是？我猜猜啊，今天肯定你是有生意找到我，对不对？中啊，又俾你猜中咗啊！真系，我真系有生意大协你啊！什么生意地砖广告成10万，我唔使大，单不小啊！梗系啦，男又唔使大牌，又唔使靓景，啊，再加少少电脑特技啦，制作费咧唔使2万。哎，康水飞啊，你说这个钱真的这么好赚吗？实食冇黐牙添啦。不过兄弟啦，数还数，路还路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回扣方面哎，这你放心，你放心，钱哪能一个人赚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怎么分吧？啊，老哥，要什么了？100分行了吗？这个广告呢是你拉来的啊，主要功劳在你啊，你拿二，我拿八，行了吧？哎，你搞错咗啦，系你二我八。我说您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这可是堂堂的大公司，我拿二，你拿八。咁梗系啦，你头先都话啦嘛，珠江路系我噶嘛，我搵生意翻嚟带你搵钱噶嘛，梗系啦。口水呗，咱这么办吧啊，这个生意的话呢是不小，也挺诱人的，你呀另找合作伙伴啊，好不好？咱们今天就不谈这事儿了啊。这个尤美啊，马上进来吧啊，老规矩啊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好，尤美入嚟做乜嘢啊？借开会烹你扯咧，系牛哥一向嘅作风嚟噶。哇，佢使唔使咁啊？生意不成仁义在，都咁冇风度啊，真系。你冇風度啊！真啊，你八佢二喎，邊個制啊？喂，我開天殺價，佢落地還錢啊嘛，講數啫嘛，真係。一係咁啊，嗱你咧就同我去講下，我將啲回扣咧就降低少少，最多我收呢個87%啊。87%，即係無啦啦多咗7%。啊，唔係，我倒轉咗嚟，應該係78%。嗱，我要講2點噶啦，好讓佢噶啦。78%同80%有乜分別啊？嚇，你咁冇誠意咧，牛哥嗰邊啊絕對冇得傾噶。不如咁啦，你去第間公司傾下啦。去第間公司啊？邊有呢間公司咁多回扣啫？咁啊，再講啊，牛哥又係熟人嚟，仲有咧，你喺公司裏邊幫我講好説話，以和為啲啊嘛。你唔好搞我添啊！嚇！我唔系黄皮树撩哥啊，唔熟唔识噶。牛哥，我哋咁老友，37，我7，我7，8，46，我6，我6。唉，真系你都俾我食饭噶，牛哥。哎呀，咁啦，我哋55啦，每人5万，得唔得？我真系可以考虑考虑。哎呀，不过你得把厂店的名字告诉我吧。不敢有啦，广告上咱得打出来呀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打一个，对对对对。你说，我记下来啊。快点。说啥啊？嗱，记住啦喎。个厂家咧系咸德安地砖厂，个电话咧系83-2-93-2。行。何志飞啊。咱就这么定了。好。一会儿呢，你到我办公室去一趟。咱们呢签个回扣协议，你的回扣是4万啊。喂，牛哥你唔系啊嘛？啊，你话55啊嘛，我应该系5万先系啊，点解会4万呢？你想反口啊你？
我反悔了又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兄弟，哎，不行的话，哎，厂家的名字、电话，我这可全有了。哎，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亲自跟他联系。我现在还用你干嘛？是不是？你妈呀，马雷！老公，老公。好，怎么着？老公，老公，哎，不钱，哎，回到没啊？搞我成日打电话去催，电话费都嘥咗唔少啊！瞧把你急的，汇款刚刚到，哎呀，三万块啊，三万啦！哎，老哥唔系四万咩吓？呀，咁，老哥咩咁啊？你先由公司嘅账上咧划多万俾我，兄弟我咧有汤冇险，得唔得？怎么着？让我先掏一万？系啊系啊！我说寇水威啊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干嘛呀？我梗系急啦，牛哥，我争住宇豪餐厅啊，30餐饭，50个早餐，2个月宵夜啊，知唔知啊？如果我再唔还啊，要饭斋肉偿啦。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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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呢让尤美把这4万块钱打到你账号上去，这你放心了吧？啊，真系啊！哎，多谢多谢多谢！哎哎哎，光说一声谢谢可不行。嗯，上回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啊，说那个地砖那广告策划你还没给我出来了，你得一块儿给我弄出来啊！啊，得创意啫嘛，我好拿手啊！嗱，我谂住咧，一个镜头一拉开咧，见到啲地砖啊，好靓好整齐，系咪啦？咁样好唔好你话？唔，这你跟我说没用啊！阿祖负责这工作啊，他负责构思，你跟他说去。好，我搵得做，搵得做啊！哎，牛哥，记得钱啊，快啲汇过嚟啊！行啦行啦，催命鬼！停啦停啦停，走先啦！点拍？系啊，好简单啫。你防滑地砖啊，顾名思义就针对防滑两个字啊。咁啊，铺晒咁啊，防滑地砖就话俾人听点样防滑，咁啊得噶啦。吓，就咁简单啊？嫌簡單啊！仲有第二個選擇嘅，乜選擇？咁啊，將同一個畫面重複播3次咁啦。而家周街啲廣告都係咁拍噶。唔係啊嘛，靚仔，咁行貨嘢，廠家鬧硬啦。你都知道行貨咧，你又唔俾多啲錢我。唔係，橋係我哋自己度，你咁叻啊，你自己度啊。我度橋啊，梗係得啦。嗱，計我話咧。創意啊嘛，咁最緊要咧就要視覺效果好，夠刺激，畫面要靚得嘅。講啊容易，點擊先得嘅。點擊啊？《西遊記》阿孫悟空同埋如來佛祖鬥法，究竟係哇？嗱，孫悟空咧就一個棍頭10萬8000里，然後將個金箍棒咧向天龍一拋，金箍棒就變成咗神州鹿，啊，嘣嘣聲向天飛去。哦，又神鹿，而家卖地砖啊，关神鹿咩事啊？喂，啲科技啊，发挥你嘅想象得唔得啊？吓，嗱，啊，神州鹿咧向天飞嗰阵时咧，唔跌到啲落嚟嘅，咁嗰啲嘢咧合埋合埋啊，咪就呢个恒德安地砖咯，咁啊证明佢咧系太空原料啊嘛，点啊？我创意够创举咧。夠曬創舉啦！好嘢嚟，我就覺得咧，即係話阿威哥呢種大膽妄想嘅諗法咧，服到五體投地添。咩話？大膽妄想？唔係啊？點唔係啊？我話俾你聽咧，上太空硬高級啊！佢跌落嚟啲嘢都係垃圾，咁你即係話恆德安地磚係垃圾啦？再咁講咧，你咁嘅創意咧，要加幾多個 C 柱啊？嚇！你知唔知依家3维1秒要幾多錢一秒啊？幾多啊？1000蚊咁。哇！啲電腦3维咁貴㗎？唔係你估，拎埋你嗰40000嚟啊，都未夠預算啊！嚇！拎埋我嗰40000，咁啊換我第二個，換我第二個。名人效應啊，好唔好啊？嗱，好似嗰個乜乜桑子咁咧，用阿秀華仔老牙道咧，一出嚟，哇，執粒糖揈兩揈啫。咁個乜乜桑子啲生意砰砰聲啊，去啊，好嗎？啲廢話嚟嘅。揾到朗拿度啊，仲使鬼創意啊？請到佢咪即係最好嘅創意咧？傻傻地嘅，佢係咁以啊，揾只腳趾尾啊掂下塊地磚啫，都買到砰砰聲啦！一於請佢走馬。唉，你個雞碎咁多，夠請佢乜嘢啊？請個腳趾尾你都請唔起啊！唔使請我請個請個人啊，咁啊請佢手指用個手指尾得嘅啫嘛，係嘛？喂，牛哥啊！廣告條橋你通過咗啦，係啊，
说什么？厂家通过了？入晒头添啦！即系我哋两个食脑噶嘛，呢啲防滑嗰啲桥点难到我哋噶，不是你们的创意不错嘛？系怎么讲啊？啊？在地砖上泼盆水，嗯，然后在上边翩翩起舞，嗯，这说明这个地砖的防滑的性能非常好啊。哎呀，既然厂家都同意了，那就赶快开工吧。嗯，场地准备好了没有？呢样嘢咧，厂家仲紧张过你啊！场地已经搞定咗噶啦，那就赶快开工啊！得得得，依家即刻去。喂，哎，咪咪摸摸搞咁耐嘅，快啲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！哇，哇呢个碌啊，真系完全西班牙 feel 啊吓，啲成个包王咁样嘅，好靓靓！哇，啲地板好光滑啊！咩光滑啊？而家系要防滑啊，光滑有鬼用咩？哦，得得得，唔好嘈呢樣嘢啦嚇。嗱，嗰個創意咧，你哋都清楚曬噶啦嚇。咁啊，尤美咧就先出嚟跳跳兩跳之後咧，跟住咧就同你咧就單單眼即係放電啊。跟住咧就阿尤美咧就發姣發頓咁啊，係咁跳係咁跳。你咧就喺圍住阿尤美嘅身邊咁啊，轉轉轉轉轉轉轉到咁上下，跟住一個轉身，啪！啊！死氣啦，係嘛？識噶啦，定咗啦咩？定咗。咁啊，開始啦！嗯，開始。潑水，潑水，潑水。咦，好似又唔係好滑咁喎啊！都話明係防滑噶嘛。得未啊？嚟嚟嚟！好，開始。喂喂喂！卡，你做咩啊？再嚟。再来啊！钟丽啊，喂，好痛啊！得啦，唉，咁啦，我唔停机，你哋咧跳到得为止。嚟嚟嚟，跌，我先。嗯，喂，你搞乜嘢啊？地板滑啊嘛。地板咩滑啫？你真系屙屎唔出泥地硬嘅。你唔识跳就唔识跳啦。咁系滑啊嘛。系啊，我嚟咪我嚟啦。我使惊你，啱先都仲企得稳嘅。嚟嚟嚟，嗱嗱，你喐下，你喐下，嗱，哎呀，滑呢个地板滑噶啦，嚟啊！呢度有水，我哋冇水。咁点啊？有乜点啫吓？啊！仲行啊，咪仲行，冇办法啦，我哋卖水器噶。这什么地板？难怪要做广告了，肯定是卖不出去。卖。来来来，姐妹，哇，好漂亮嘛！拍得怎么样？牛哥，你千祈唔好入嚟啊！啊，地板好鬼滑噶，啊，啲泼咗水之后咧滑潺潺，根本冇办法拍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呢叫咩垃圾地板啊？如果俾全世界人知道嘅话咧，就话我哋咧就欺骗啲消费者，你知啊？不会吧？这不是防滑地砖吗？防鬼防马咩？新都扑街啊！我说你是不是不会跳啊？要不就是你的身体的协调性不好啊？你们先跳跳一下，阿祖，你过来让他们跳一下，我让他们。我跳唔紧要，但我扑亲咧，咁系咪计工伤先？我说阿奇啊，你讹我是不是啊？你要是不想跳没关系啊，不要跳你认赔，我跳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都是这？嗱，牛哥，小心啊，你自己小心啊。走走走，看看我的，看我的，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，我的手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是什么破地板呢？早知道这个，我不给他拍广告了。牛哥啊，不如我哋唔好拍啦，好嘛？啊，真冇办法拍落去噶嘛？不拍，不拍，你给数量啊？啊？牛哥，这么滑怎么拍呀？系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我来来来来来来。喂，老哥，跟住落嚟，我哋点啊？哎呀，哎，咱这样吧，我说你们也别太死脑筋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影视艺术啊，它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剪接的艺术。咱不如这样，咱们先跳，跳完了之后咱们再往上泼水，这不行吗？哎呦，是不是？
我可以先跳后泼水啊嘛，我调翻转嚟咪系咯，咩啊？哎呀，真系傻嘅你！嚟，牛哥你小心啲啊，小心啲啊，我哋走啦。慢慢，牛哥有好消息啊！扎成你肿咁嘅，喂你冇事啊嘛你？哎呀，我说口水妹啊，你可把我害惨了，你还问呢啊？都是你那防滑地砖给我闹的。哎呀，乜你咁论尽噶你？不过值噶，你厂家睇过条片啊？看了，怎么样呢？梗系拍晒手掌话好嘢啦，通过了。既然已经厂家通过了，高水位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喝水啊，我求求你了，跟厂家赶快说说，把剩的那7万块钱赶快汇过来，我有急用啊。老高，你当亲谁呀你啊？废话，我这打的满手都是石膏，我看病公司不掏钱呢。啊，放心牛哥啊，牛哥讲到啊，我肯定唔会托手争啦。啊，你放心，啲钱咧好快汇到你账上面嘅啦。很快，有多快啊？3天啦。3天，牛哥，现在可是3天3天又3天了，这口水杯怎么还不出现呢？就是啊。哎，我说阿祖啊，你跟口水杯关系不错，你给个电话，你催催他，看他那款子什么时候到位啊？啊？即牛哥啊，我其實咧喺3日又3日之前咧，我就揾過佢噶啦。咁當時咧，佢就話咧，廠家咧就即現金周轉得唔係咁好，所以咧就……那你再打電話給他，問問他到底怎麼回事。依家咪打緊咯。喂，我做咩？啊，嫲嫲，係啊，我阿祖啊，係咧，阿口水杯喺唔喺度？啊？佢出咗埠啊！咁，哦，好，唔該曬，好，拜拜。你说什么？口水杯跑了？唔係，佢阿嫲话佢出埠休假啫嘛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佢话都有排啦，因为出去玩都要1.5个月啩。哎呦，那可就悬了。口水威这个人我们都知道，他肯定把钱装到自己口袋去了，他不跑他能怎么地？牛哥，这回你可亏大了，白白摔伤了一只手不说，广告费还拿不着。何止啊，我还从公司里划了10000块钱给口水威呢。啊，大佐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吧？哎，我说啊，会不会这4万块钱里也有你的份儿吧？嗱，牛哥，我声明啊，即系我同佢划清界限嘅，佢还佢，我还我啊，即系成件事情唔关我事噶。那我不管，口水杯是你的朋友啊，你是有责任的，不然的话，哼，这笔账我就算在你头上。即系牛哥，你讲下道理都唔系，我一干咩晒肺咩？阿祖电话，唉，唔接啦。信息，口水威，支票已经收到，公司喺宇豪餐厅摆下庆功宴，你快啲过嚟。收到钱，真噶，打电话问下先。喂，阿祖啊，点啊？啊？哦，砖厂啊，整咗钱过嚟啦，系嘛？啊，咁啊点啊？啊？哦，要我过去？好，因为我系中间人，要我签嗰个咩收据系嘛？哦，好，我即刻过嚟啊！喂，收到钱啦！哎，有餐食喎，好啊，好有。阿祖，啊，都系有钱俾啦，我成日俾电话去催啊，咁肯定有钱傍水噶啦，系咪？真系。是啊，有钱傍水啊！我话俾你听啊，我争啲就俾阿牛哥炒鱿鱼啊！哇，你使唔使咁认真啊？开玩笑啫系嘛？你仲扮嘢系咪？拍广告嗰70000蚊尾数，几时有得收？喂，你唔系啊嘛？你啱啱话俾咗钱噶啦，我唔敢讲啊！你识得蒲头咩？哎呀，你坤我过嚟啊，坏兄弟嚟啊！你咁呃我得啊？你真系系啊，兄弟啊！依家事都唔知边个呃边个啊！我问你啊，嗰70000蚊尾数几时有得收？
我其實咧，我打個電話去催啊，佢話周轉不靈啊，周轉不靈，你幕僕都係咁講噶啦，你信唔信啊？我將呢件事咧講俾你阿嫲聽。喂，唔好啊，唔好講俾我嫲聽，你知我阿嫲年紀大，心臟壞啊嘛，真係你打電話去刺激佢心臟啊，知唔知啊？知道就好啦。好啦，我講真話俾你聽啦。點回事啊？真話係咩啊？其實嗰間廠就執咗一大半嘅，所以有啲尾數幾難俾。你依家先至同我講執咗粒？未執，其實即仲喺度嘅，仲喺度嘅。咁即係冇錢俾啦。嗱，我俾兩條路你揀。一係咧你嘔出40,000蚊出嚟，一係咧就同我見牛哥。有冇第三條啊？有，就嘔完40,000蚊就同我見牛哥。一齊嚟到不如食餐飯，然後跟住咧就去間廠度，咁個廠長講唔定咧有轉機啊！有轉機，一陣。係啊，我驚你一陣咧唔知去咗邊啊，我唔知點揾你啊！咪啦，我唔理你咁多啊！依家我同你玩24小時貼身跟蹤，冇錢俾啊嘛，賣咗你啲身肉啊，怕死都唔夠還啊，知唔知啊？